啦，有了吧？红的，红的，红的有了吧？没有。哎、欸，他的，等一下，他的前一张是什么？前一张是绿的、這個啊，不是不是不是绿的回，再前一张是加，不是加数字啊，零、哦、啊，好没有。所以你刚刚什么颜色忘记了？红色，红色，现在变红色了，红色回转这一张，红色回转，刚刚被抽进去了。嗯，对，换我吗？对，我没有。好啦，你应该有吧？黄色，好，好黄色，我要佛心一点的。啊，换你了哦，轮到你了哦，报应来了哦！你听我解释，又来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你的解释我应该不理会。可以选颜色，对，请选蓝色。你要蓝色是不是？是好，回回去。好，那洋洋，对不起。哇塞！到处解丑哎、欸，怎么到处加了啊？这么坚强的，你有蓝的吗？啊，我哎、欸，我拿了还要丢吗？对，你如果有蓝的可以丢。如果有蓝的可以丢、oh, ，OK OK， 去吧，卡咪龟，去吧，卡咪龟，进化，去吧，小丫丫，小丫丫，小丫丫，哇塞！好你知道我的牌是怎样？我牌刚刚是加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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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四回转。你以后不用来工作室了，去不了了。好可怕哦！哎、欸，所以洋洋没有。水不是水，我是水没错啦。水，我有水属了，水属了，水属了，连那个雷属了。这是什么？利奥啊，利奥。好啦，喵喵。我没有。哎呦，你没有哦。对，那就回转。有吗？再抽一张吗？等下团团对不起，对不对？那我刚刚应该是什么颜色啊？绿色？没有，黄是，一直都是黄的，黄色是。对，来，现在是黄回转，嗯，黄回转，你要换回转了吗？换你啦，请问你有吗？啊，换我了是不是？你要换吗？回去，我没有红色啦，再抽再抽。啊，等一下，谁在我后面？洋洋，完了，加了是不是？换上颜色了。你要什么颜色？我要绿色好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翻个牌啊。哎、欸，我不会把我牌用正。你说什么？我帮你。滚轮啊！按着滚轮。上下滚就可以。我刚刚说到什么颜色？绿的，绿的。去吧。哎呦，我这边有聊天室说有人被家暴了。这是什么？五蓝五蓝五。我有。蓝铃，蓝铃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又进到没有的阶段，自己找事做，白痴啊，我也没有啊，哇，尴尬，无法打破僵局，团团、哦，有了，嘿，这叫报应啦，哎呀，蓝色。好，要蓝色是不是？被两个人霸凌哦。现在是我是夹在缝中间。你很苗条。蓝六、啊，那我们换黄色。他是九吧？哦，六六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对对，六，看反了。你害我以为我把小。把小。总之。结拜哦。总之。那我要退化也是。路潮不是哎、欸，走路潮声音才不是路潮，那是草草，差小哦对，两代 Switch 都是这样，差小给差了，差小真的，差小，团团有没有？团团换你，团团换你，我有，可是我觉得很好笑，他还在笑，差小，真的，哦好，差小。你有吗？换谁？快演啊！哦，我没有。好僵持哦。我也没有。啊，我有乌诺。哎呦，你又乌了。哎呦，乌了，乌起来，乌起来。比嘎。来啦，肉卡那个。啊，没有。太僵持了吧！哎，跳过洋洋哦，我没有。恭喜你又回到三张。哎，回转。换谁？有没有？
哎、欸，我还没。怎么还没回转？你想干什么？回转，换你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换你。所以你没有。我没有。对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缩小。哇！哦哟！哎呦 ，Uno！ 哎呦！哎呦！耶！耶！有人脱困了，我脱困了，逃脱了，逃脱了。绿色，大家都没绿的哦。哇塞，又没绿的了吗？哦，有洋洋来对决吧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啦，走开啦。来对决吧。有了。换色了，换色了，有了。好，又是你了。啊，跳过，又是你了。哇塞！再跳过，又是你了。哦，又是你了。哦。好，三是不是来？换你。没事，我也有三。不好意思啊。什么颜色啊？红色。来加二啦！哇！哎呀！顶尖对决。很会，好，洋洋来加二啦！乌脑乌脑乌脑，太多了！哎、欸，可是他洋洋还没出呢，他刚拿到红色的时候还没出。哦，还没出吗？哦，没关系，你扣着，你扣着，他一定会用得到。来，我拿回来，来，你有要出吗？有了，有。洋洋不要出到黄色的哦，危险哦！八是不是？来，吓我一跳！还玩又要拿牌，呜！那他们出。我吗？这还是我吗？对，对啊，对，拿完可以出一个。因为我自己也没有。哦，你没有是不是？对。哦，红色。啊，不是红色啊，黄色，讲错了。要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。四张哦，你拿两张而已哦。啊，四张哦，拍谁？对，你可以先出那张啊。你可以先出啊，抽到的，他抽到的，抽到的可以出。好、哦，哎呦，我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好看的来了，好看来了，来，没事，我牌运差，我习惯了。团团，你有喊吗？喊团没有喊 ，no， 他没有。操！好，来，我们来玩，排一下，完蛋，我觉得我看戏看好久。哎、欸，好好看哦。怎么了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现在是你啊，轮到你了，换你了。你要黄色吗？黄色。嗯哎呦呀！快点！好，换个颜色了。让它歪了。啊！啊！又是你了。小狗，又是你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关系。很赶哦，很赶哦，很急哦。这是什么啊？九哦。对啦。这是什么啊？蓝色。你乌闹。哎，哦，没事。哈哈，没有，吓死人。好，乌诺，哇，没有，他一定没有，不用紧张，他没有，不要骗他，哇，哇，好刺激的对决啊！哎，我牌是不是要丢回去啊？要啊，你想偷牌吗？就拿回来，可以要换游戏吗？暗扛一下，可以啊，那我们就来玩看那个新仔的那一款哦。好，那个，物业死，要他叫出来。我的屁！他长这个样子好酷哦！什么？哦，他叫那个什么传情画意吗？嗯啊，我一直没机会玩到，我一直没机会玩到。哇！我来看一下他的游戏规则到底要干嘛？好，因为我也没有玩过。对，口述他是英文的，这个我一直没机会玩到。就去查一下啦。他是说每个人手上会有一本本子，然后我们在那本本子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抽一张题目卡，然后一个人甩骰子决定题目，然后写好后交给下一个人，然后下一个人画出上一个的题目这样子，然后再传给传一圈这样。我看了半天，我有看没有懂，我们实验室看了。抱歉，再说一次，我刚刚掏耳朵。哪有本子啊？来本子拿出来，大家先各拿一本，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。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哪里有本子？一人拿一本走，一人拿一本走。这里来，哦，感谢你。怎么写名字的？左边吧。哎，是哪一个？哪里中间？他是用笔写吗？还是笔吧？笔写。那我们就不能用绘图板，是不是？白色的笔哦，白痴哦。你换个位置啊！你换个位置。可以换颜色不是吗？可以换颜色啊，这边可以换颜色。对啊。这本子是？就那个啊。可是笔写了，不是在？地板上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对啊，我记得他是在地板上。我想一下啊、喔，对啊，他这怎么写？他有讲吗？
来看一下，好，要研究一下。看到它可以翻页了，所以它应该不是用左边那个打字的吧？哦，有可能、哦、就是打字，可是没办法打。它下面不是一二三？好吧，对不起，没有那个是翻页，那个翻页、哦，对，那个、翻页的关系。嗯，右键，右键的，又是一排的。好像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再传给传一圈掉了，右键也没有看到。对，对。哎，他这里还有甩，他只有 stay 的一二三次。有观众知道吗？求救！现在插在不知道怎么画，不然其实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是要怎么玩了。嗯、真的假的？有，就是你画一个东西传给下一个人，下一个人猜是什么，然后猜完再给下一个，他把那个他猜出来的东西画出来。对对对对，画我猜啊。对，其实就是你画我猜啦。其实就变到就有点那叫什么传来传去的那一种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要传完一轮这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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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不行，不可以拿，噔噔噔噔噔，还是你看那个啊，喵花，你看他当初是怎么，你看的那个影片当初是怎么用的？哇，那你可能要等我一下啊。好，等你等你。哇，宇智波翻转。你在干嘛啦？对吧？其实就是 building game 的画画版啦。哦，对了 ，building game。对啊，的画画板，噔噔噔，鹦鹉让人头痛啊！噔噔噔，哎，板子飞走啦！哎，谁偷放我板子？谁？那个板子乱丢，板子不见了。板子，就是。等一下，这个为什么要丢到我这里？好好好，假货，骰子可以拿起来吗？假货卡。假货，好帅啊！我把假货给你。哎、欸，丢出去啦！哎、欸，六，丢出去了。板子乱飞耶、欸！怕爆！你看这个像不像那个什么、啊？就是赌神，我出卡了。我出卡了，我的卡从中间出来了。看你笑得开心啊！错了，白痴玩到什么？干嘛都丢给我，我的卡！要不然丢掉吗？丢掉，搬桌就好了。多拿的删无法删除吗？多拿的那什么？哦，你是说放回排堆吗？就多拉出来，你就往外丢啊！它飞回来，完就会飞回来。那丢到没人的，你把它塞到一个看不到。对啊，咖啡色那个啊。哦。塞进去，对啊，塞进去看不到就好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他没有换游戏，不然就想换游戏。那不行，一定要只能之后再研究。欸、那我这边、嗯，我没有载从前嘞、欸，这边还有那个什么东东，我有啦，我是有什么东东，还要玩那个。好累啊！山中小屋，山中不行啊，多人太多了，太多人太多了。山中没有山中人太多，他最多只能六个。哦，好吧，那就编故事吧。来，我开。啊！从前那个东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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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东。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那个东东。你们自己点进来吧。欸、等一下有一个人他说按 T 耶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反应。不是啊，我按啊，也没有反应。你看地板上那个 K Y P E H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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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 R E， 我是有看到030呢。我在桌子上，你就按对啊，在桌子上写字。你点我进来吧，你们好。点好。山中小屋只能六个啦，没办法。啊、等一下这桌子我要换一下。Table。我要 join 团团。哎、欸欸、，Table 按错了。团，我进来喽。这个好，请进，大力的进来。大力的。不能德州扑克啦，德州扑克。要讲太久了，大家应该动不了。那个规则超复杂。我们光从前都可以玩很久，好不好？什么？德扑要基本的是好。从前的话呢，就是掰故事。对，掰故事就对了。你越会掰越好，但是你要记得我们前面的故事是讲什么，要合理。对，要连贯。这是翻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我现在要翻牌出来给你们看。先介绍一下。要介绍一下，不然你也没办法玩。
好，又要听我瞎掰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等一下每一个人会看到，一个人手上好像是一张吧，我没记错是一张吗？一张结局啊，一张结局卡，左边这一个，你有看到结局？像比如说，他终于了解到兄弟有多么忠诚，最左上角这张，这张，好，那就变成是说，就是你无论如何故事的结尾，只要接到你可以很合理的讲出这句话，你就赢了。哦，嘿，但你要接的合理哦。对，你要接的合理就对这样子，嘿，然后好。